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苗。昨天晚上跟星星月月玩套圈，赢了他们30多块钱，可把我高兴坏了。今天早上梅姐说风凉话，她说：“老苗，你不配当个老爸，你连小孩的钱你都骗，你没出息。你哎呦这个又那个。”难道我说的有错吗？他俩那储蓄罐里的钱早晚被你给榨光。出去吃饭让他俩资助的，打弹珠也是，你昨天套圈也是，人家在那里玩的好好的，你非得也得参与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他俩愿意玩，我赢点钱怎么了？你一个月给我那点零花钱够干啥？我问你。你的意思是我给你的零花钱少了呗？你在抗议呗？我没有抗议，我只是说他们俩既然愿意玩，我就陪他们玩，我再适当的收取一丢丢的报酬，这没什么关系，你不要跟我俩上纲上线了，知不知道？行，咱今天就趁小孩不在家，每人拿300块钱出来，就放在这个桶下面，谁套中就是谁的，凭本事中零花钱。如果我输了，这300块钱你拿走，你想干嘛你干嘛，我也不为你干啥。好，行，就这么说，送上门的300块钱，今天必须要拿下。我去拿钱去。300块啊，不准拿我钱啊。我的300块已经拿好了，你现在去拿你的300块钱去。来，我的300块钱给你摆起来。摆起来。一个里面我扣一张哈。咱俩每人4个圈，依次来套，你套一个，我套一个，你套一个，我套一个，直到把6个这个桶全部套完为止。比赛开始，我今天一定要给新月报仇，加倍的挣回来。哎呀，这算不算？肯定不算，要放跟我才算。哎呀！怎么这么斜呀？中！哎呀，我的个天哪！哎呦，我怎么这么歪哟？哎呦！我这不咋的弹出来了？哎！哎呦我的天！哎！没逃到，没逃到！哎！又出来了！我的妈！哎呀，又出来了！我怎么回事呀？啊！我的妈！哎呀，又没中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我输100块！我看看，你看我今天是手下留情的，我不手下留情，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你留。听到没有？我难受啊！我100块钱没了，被他给赢了100块，我好难受啊！